来看马可福音11章12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哪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我想门徒也听得怪怪的哈，耶稣跟树说话，非常是不是？早晨呢，他们路过哪里呢？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主耶稣是怎样施行这神迹呢？耶稣不是通过祷告来施行这个奇迹，而是通过向无花果树发出命令啊！他是用权柄是不是来吩咐这树？天父赋予他权柄命令树，耶稣希望树枯死，所以他命令它枯死，它就服从了。在你权柄之下的都要服从你的命令，是不是啊？究竟耶稣是如何向树发出命令呢？导致奇迹，导致了奇迹哈。耶稣是怎样发出这个命令？有的时候我们发出命令，哎，那个在我们权下的不听，是不是？那主耶稣一发出命令，那个树就枯干了。那我们现在就是也要看这个奇迹怎么样发生。第21节，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彼得就是这样的态度问耶稣。彼得对耶稣如何施行奇迹感兴趣。哎，你说一句话，那句话就成就了。是怎么样做的呢？怎么样发生的呢？在接下来的一节中，耶稣清楚地介绍了他如何利用权柄来施行奇迹啊，把这个秘密把它刻开了哈，解开解释了哈啊，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对神，你们当对神要有信心啊！Have faith in God。OK，耶稣回答说，根据希腊语的字面翻译呢，这个词句不是这么说，照它的原文。耶稣回答说：“你们要有神的信心，have faith of God。那个后面的，你对神要有信心，就把它不要哈。等一下，我会把它再修改。所以我说，最后，第九课完成的时候，我们会把最准的翻译哈发给你们。所以，你们要有神的信心，好不好？你们要有神的信心，have faith of God。大家记得哈，你们要有神的信心。大家一起说，我们要有神的信心。OK，我们要有神的信心，阿门。要有神的信心。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对神有信心，是不是？这是我们明白的。神说什么，我信，那就是对神的话有信心，哎，对神有信心。神是信实的，那就是对神的信心。OK，那个方向是向哪里呢？向上面，是不是？我对神有信心啊？那在这里不是。
当耶稣咒诅了那个树的时候，耶稣当彼得就问，哎，怎么那棵树这样枯死了呢？耶稣就说，你们要有神的信心在你们里面。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好，那就是 have faith of God， faith of God， 神的信心，神自己的信心，上帝的信心，神的信心。那如果有这个神的信心会做什么呢？ have faith of God， 哇，怎么英文出来了呢？中文跑到哪里去？ have faith of God。 好，来，你们要有神的信心， have faith of God，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耶稣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不骗你们，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无论何人，是谁说话在这里，是谁对山说话，是我跟你神耶稣，无论何人啊，无论是谁啊，对这座山说，我对这座山说，你对这座山说，山啊，你挪开，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吩咐山啊，说话，对山说话。说话的时候呢，要怎么样？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按他所说的给他成了。哇，这个很惊讶的一句话哈！你跟我在一起念好不好？你们要有神的信心，你们要有 faith of God。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按他所说的给他成了。非常有力量的一句话，是不是？那我们这样念好不好？我们要有神的信心。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有神的信心。主耶稣实在的告诉我们，我们对这座山说，来，大家一起来，我们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我们对这山说，你挪开，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投在海里，我们心里不疑惑，我们心里不疑惑，心里不疑惑，是呀。只信我们所说的必成，只信我们所说的必成，就必按我们所说的给我们成了，就必按我们所说的给我们成了。哇，再来哈，现在把它改成我好不好？我要有神的信心，我要有神的信心。主耶稣实在告诉我，主耶稣实在告诉我，我对这座山说，我对这座山说，我哈，我对这座山说，我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你看世界，看世界，在海里，我心里不疑惑，
我心心里不疑惑，我信我所说的必成，我信我所说的必成，就必按我所说的给我成了，就必按我所说的给我成了。阿们哈利路亚，你们能够能够领受这句话吗？这个很重要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这里失败，你知道吗？我不信我所说的。你想一想，如果那些试运的那些什么金考拿到金牌的这些什么叫做 the champion right， 如果他们去赛跑的时候或者去打一个筋斗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个信心能够好好的站稳哈，他一定掉下去。所以这个你说自信心也不是这个这样说了哈，但是就是说我信我所说的，我会做到，我会成功，我会借着主耶稣给我的权柄医好这个人，我会借着主耶稣给我的权柄把这个鬼赶掉啊！我在念啊，我要有神的信心。主耶稣告诉我，我如果对这个病说，病啊，你离开这个人，这个人得医治。我说的时候，若心里不疑惑，自信我所说的必成，那个病人就好了。啊，阿门。阿门。我要有神的信心。耶稣啊，跟我一起念啊，主耶稣实在的告诉我。主耶稣实在的告诉我，我对这个鬼说，我对这个鬼说，鬼啊，鬼啊，你出去，你出去，不可以在这里捣蛋，不可以在这里捣蛋，出去之后不可以再回来，出去之后不可以再回来。我若心里不疑惑，自信我所说的必成，那个鬼就走了。我若心里不疑惑，这个鬼就必走了。自信我所说的必成，阿们。阿们。啊，这个就是叫做，也是叫做信用哈。信用就是说，我如果说一就是一，我说二就是二，就是那个百夫长是不是？我上面有权的人，我在他下面，在我下面有我的兵在我权下，我对这个兵说出去他就去，我对那个兵来他就来，我对我的仆人说去做这个事情吧，他就去做。主耶稣说，像这样的信心在整个以色列也没有看过，是不是这么大的信心？哦，原来他就是明白权柄，这个也是叫做以山的信心，也是叫做什么神的信心，是不是？哈利路亚，是一样的哈，也叫做芥菜种的信心。好，如果有神的信心，以山的信心呢？有两个性质，心里不疑惑，说出来的话你不去疑惑。我说的必成就，好不好？大家记得哈，我们每一次不成功失败，就是因为心里疑惑。说了之后，哎，这个事情会不会成呢？啊，那就不成了。你们还记得哈，在啊。约书亚跟加勒啊，差不多40年啊，3天就走过了沙漠哈，也过了红海，就差不多要进迦南地。然后呢，有12个侦探去探那个迦南地，是不是？啊，
十个回来就说不要去啊，那边的人太大了，我们会好像那个盲虫一样被他吃掉，是不是？那只有两个，约书亚跟加勒说不要，你们不要这样，你们一定要信这个地神已经应许给我们了，我们必能胜过那些敌人啊，是不是？到后来这些上一代的全部都死在旷野里面，只有两个进去啊，就是约书亚跟加勒。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们信我们足能胜过那些人，行，心里不疑惑，我所得必成就，我们足能胜过他们。所以呢，很重要哈，这个信心呢是要练出来了。当然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哈，是向上面，对神的话，神说我给了你们权柄，我给了你们能力，你们奉我的名去治病，去赶鬼，去传扬福音，完成大使命。那我们怎么呢？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相信 我必与你同在，是不是？主耶稣说我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不是？那个话是主耶稣亲自说的，我们如果信这个他的话呢，我们就是对他有信心，然后呢，我们是不是要有他的信心呢，来成就他所吩咐的去做呢？能够治病，能够赶鬼，是不是？你要发出你的话语来，奉耶稣的名，你这个人的疾病现在得医治，是不是？你这个瘸腿的人现在站起来，那个就是神的信心，或者与山的信心，我说是芥菜种的信心。所以那个信心啊，方向有两个哈，是对神有信心，我们才有神的信心啊。所以呢，两个都不可以有疑惑，你对神不可以有疑惑，就是对神的话不要疑惑，神说成就成，是不是？我呢说是，主啊，你说我可以做，我就可以做，我也不疑惑，我所的就必成啊，这个叫做神的信心，或者与山的信心。好，再解释，当你真正了解权柄时，你可以有神的信心，是不是？刚才我又把那个百夫长明白权柄，就是在我权柄的之下的都要服从我的话，就要服从我的命令，是不是？因为他告诉耶稣，他说耶稣你不要来到我家里，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说一句话啊。那个百夫长明白权柄，耶稣说在整个以色列我没有看过有一个人比这个百夫长有更大的信心。好，那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说，哎，怎么这可以这样说呢？不是亚伯拉罕很有信心吗？亚伯拉罕对神有信心，是不是？神给他一个月，说亚伯拉罕你去离开你的家，去到我指示你的地方，我要祝福你，祝福你的人我祝福，咒诅你的人我咒诅，我要祝福你，使你成为万国的祝福。亚伯拉罕信不信呢？神的话信啊，马上就离开他的父家，离开所有的一切就去了。当然亚伯拉罕的信心很大，亚伯拉罕对神所许的约呢有信心， OK， 阿们、啊、亚伯拉罕有没有照着去行呢？照着去行，他就照着神的话去行、啊、所以呢，这个信心是两方面的哈，一个是对神的信心，你完全相信神的话。第二呢，他给了他自己的信心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去做他所要我们去做的事。所以两个，一个向上，一个向下。
有神的信心的例子啊，我们来讲神的信心的例子。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神说第三节要有光，光就有了，是不是？神说话要有光就有了光。那当神说要有光呢，在那个他的原文里面呢，希腊文呢，不是希腊文，不是 Greek， 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说 Light be， 光来，光成就。那当神说这句话的时候，光要有光，神会不会心里面哈，这个光来不来呢？以弗，如果不来的话，我就丢脸了。这些天使都在看我，哎，我在做事。神不会有以弗，为什么呢？他知道他有权柄，他是掌管所有权柄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所说的话，他所吩咐的必要成就。阿们。神相信不相信呢？他说要有光，光就会有，一定相信，所以叫做神的信心啊。再来看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三天拉撒路已经被埋了哈，第三天耶稣来到的时候，当耶稣说拉撒路出来，那当耶稣说那句话的时候，他会不会心里面说，哎呀，这个拉撒路如果不从死里复活，那我才丢脸呢？会不会这样想呢？没有，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知道他有权柄叫什么死人活过来，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拥有神的信心，他也拥有神的权柄。哪一个人死，哪一个人活，都在他的权柄之下，都在他的权下，是不是？所以当他吩咐的时候，拉撒路出来，他知道拉撒路必出来不可，他就叫人把石头挪开，拉撒路就活过来了。这个就是叫做神的信心。那主耶稣呢，也说你们要有神的信心。如果你们，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对这座山说，山啊，挪开，投在海里，若心里不以活，相信你所说的必成，事情就必给你成了。当信夫神呢，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圣经International Version， 还有我们的和合本翻译都是当信夫神，意思就是对神有信心。那意思就是我们期待神自己行动必与善啊，当信夫神，当对有信心，当对神有信心，这个是基本。因为如果你不信神的话，你就什么都没有， OK？ 所以你当信夫神。那当信夫神的时候，就是说主啊，是你的话你成就，就是等待上帝行动必与善。但是有神的信心呢，你们当有神的信心呢，意味着我们毫无与活地采取行动，对山说话。阿们。当你信服神，当你对神有信心，去倚那个山呢，去挪开那个山，是你等待神自己去挪山，去倚山。但是你如果有神的信心呢，你自己毫无疑惑地采取行动，对山说话，下命令。大家明白了吗？一个是向上，一个是向下，向下，一个是祭司的服事。对神有信心，我们祷告一定要对神有信心，是不是？我们赞美诗歌的时候，那是
对神祭司的服事，我们说神啊，你是至高至上至尊的神，我赞美你，这个就是祭司的服事。祷告的时候，神啊，求你为这个事情成全，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祷告，这个是祭司的职分，是不是？我们求上帝，求上帝来动手。OK， 那这个神的信心呢，在我们里面呢，这个就用你的权柄，君王的职位做事情，发命令。所以一个是向上，一个是向下。因为教会没有理解信心这一点，因此我们被瘫痪，难以有效地向晚康的第三世界人群传福音，是不是？好像在印度，他们拜的鬼神有三百万，多过三百万，什么都拿来拜。OK，能够走动的就拜，石头也拜，树木也拜，老鼠也拜，当然什么都拜了哈。那他们的这些鬼神，比方说好像那个卡利神啊，假神哈，哇，非常非常 cruel， 就是说你如果不去拜他呢，祭他呢，他就来做不好的东西了，带来了那个灾难啊、病啊，或者让人生病、让人被鬼附啊，这些都来，他会做这些事情。所以呢，这些印度人拜他们的这些鬼呢，害怕的不得了。那我们来的时候说要传福音给他，如果传福音这有用话语，就是说哎，我们的神是看不见的呀，他是很有能力的神啊，你自由讲话哈，传福音，你要信耶稣啊，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你信了耶稣，你的罪就得赦免啊，然后你如果离开世上，你就回天家了，到天堂去了。他们不敢信你这些所说的，他们一定要你能够拿出来神自己的权柄跟能力，打败他们这些假神的势力啊，把他们的病治好，把那些鬼赶走驱走。当他们亲眼看见这些事实，他们才愿意归主。所以我们就在印度教这些童工呢，这个神的信心，怎么样用神给他们的权柄跟能力呢，解释的清清楚楚，教他们怎么去做，然后他们出去。今天呢，我们有差不多200个童工在印度哈，他们在2018年到现在呢，两个出去，我们派他们去，连在这个疫情的去年跟今年呢，他们已经收获了有800多家庭教会，有3万多信徒哈，所以呢，我们必定要由神级启示，不然的话他们不敢信。因为他们的鬼蛮凶的，我们的神比他们的鬼更大，是不是？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更凶了，是不是啊？更凶的就胜过这些二等的哈，我们的神是第一的神，第一等的 number one， 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所以很重要，我们能够学会这个神的信心，挪山的信心，芥菜种的信心，在我们收命去行动，
并且领受权柄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坐在哪里等待上帝行动，我们必须起来行动。阿们。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传福音，是不是哦，主啊，我先等候你告诉我去传福音，我才传，不是这样，是不是？保罗说，喝死不喝死，我都传福音，是不是？那我们呢，治病呢，赶鬼也是这样，一传福音，我们就治病赶鬼，来。证明所传的福音是真理 ，OK？ 那这是在一起行的，所以这个就是意思这样子，不是在哪里等呢？如果传福音有病人在前面，你不必说“哎呀，有圣灵的感动我才治病”，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路加福音四章九节已经说医治那城里的病人，然后呢，告诉他们天国近了，是不是？所以呢？当你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治病赶鬼权柄跟能力都跟你在一起啊，所以这个是全部都是在一套的。这行动的一部分可能刺激对上帝的信心，不是这样的行动呢？哦，我明白，这样的行动呢，一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啊。对上帝有信心，我们才能够有上帝的信心。OK， 一个是对上帝有信心，那个方向是向哪里？向上。一个是有上帝的信心，那个方向是向下面，治病赶鬼用的。一个是对上帝有信心。OK， 我们想一想吧。我坐在哪里想一想哈，给大家要讲得清清楚楚哦。主啊，你能够做，那个是哪一个啊？那个就是对上帝有信心，是不是？祷告是不是？主啊，你能，那个是对上帝有信心。然后呢，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你这个鬼出去，你这个病得医治，你这个耳聋现在开。奉耶稣基督圣名，那是有上帝的信心。一个是对上帝有信心，一个是有上帝的信心。大家能够分析好了吗？我想再讲再讲再讲，你们就会明白哈。一个是向上，一个是向下，一个是对上帝有信心，一个是有上帝的信心。阿们。把它写下来，然后把它分析清楚，你这样一搞清楚，你就不会有疑惑怎么做这件事了哈。对上帝有信心，主啊你能，我相信你的话，你是全能的主啊，我相信你的话，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你赐下给我们的，你说你的话，当我相信耶稣，我就有永远的生命，那个是对上帝有信心，是不是？那然后主耶稣说，这个权柄这个能力我赐给你，你去传福音，去赶鬼，去治病，那个就是用神的信心，有神的信心在我们里面，然后去施行那些话，是不是？赶鬼的时候是用神的信心来赶的，是不是？因为你要说嘛，鬼啊，我奉耶稣基督圣名，你现在出去。Okay， 那个是神的信心，说话有神的信心，你就会说这句话。好好，还慢慢来解释。有神的信心可以被理解为雨山的信心，神的信心跟雨山的信心是一样的。神的信心叫做 faith of God， 耶稣因有神的信心 faith of God， 或以雨山的信心施行神迹，透过运用权柄命令树木枯萎。相同地，信心如芥菜籽，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芥菜籽哈，啊，有菜籽呢 ，canola 呢也是像这个 mustard seed 一样哈，哎，这么小哈，你看。所以呢，我们不可以说你如果有信心像芥菜种这么大，
哇，那就这么大了，你的信心就是好像好像什么比一粒米都还小一啊，不是，你要有信心像芥菜籽一样呀，不是像他大大小，不是，因为耶稣才骂了他的门徒，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啊。那如果我们解释说你们的信心像芥菜种这么大就够了，哇，那就糟糕了，你们的信心要像芥菜种一样，一粒几乎看不见的油菜籽的结果是，你看，非常明显和丰富收成的油菜植物。这个 canola 呢，这个芥菜籽呢，它如果一种下去，你就不能把它收没了，你知道吗？它就一直一直广大广大广大，是很。很有能力的东西耶，它这里来看哈，以从极细小的种子生长成强筋的植物，它一个种子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个筋这么强壮哈，然后在下面在上面呢就结了很多很多的什么这个豆菜籽啊哈。种子哈，里面有30个、60个哎，所以呢，每粒种子都含有丰富的油脂46%，所以差不多一半这个籽呢结出来的都是油，所以我们做 canola oil， right？ 啊，所以呢，主耶稣会用种子。做那个比喻呢，就是因为这个种子是有生命的，有实在的植在里面，它能够长大，然后能够再加倍的一直广大，一直广大。所以主耶稣说的信心是活的信心哈，能够加倍的，能够一直增长的。所以呢，我们信心现在是一颗种子，不是小的。不要看哦，如果只要有像一粒芥菜种这么大的信心就够了，那你想错了，你就想那个信心小就够了。主耶稣不要我们的信心小，那个信心是可以挪山的，能够移山的。能够移山的信心是很大的信心，是不是？就好像跟那个百夫长这么大的信心我从来没有看过在以色列，是吧？所以呢，这个芥菜种的信心是大信心，挪山的信心，是神自己的信心。阿们，哈利路亚。愿圣灵给我们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种子的比喻哈。那2-3个公斤的这个油菜籽呢，它的收获就可以1公顷土地的收获。如果麦呢，wheat 呢，麦呢，要100公斤的那个麦籽呢，才能够达到1公顷土地的收获。所以呢，2-3个公斤就能够收获到1公顷土地的收获，这是不是大了30倍哈？比一个麦小麦的籽哈，所以呢，这个芥菜种呢，或者是油菜籽呢，是非常有大的收获的一个籽。那我们的信心呢，像这样子呢，就是有很大很大的收获。而且呢，这个油菜呢，如果它这样种了呢，是弄不死的，它一直一直广大的哈。你看它多么多的这个什么 pod 哈，里面30倍，然后一棵树有多少个啊，有30、60、100，所以一加倍加倍的算不清了，是不是？感谢主，我们的信心就是像这样子，哈利路亚。因此有菜籽种子
是丰富具隐藏潜力的 very powerful， 它可以非常有生产力及有成果。 Amen Amen。 但是有菜籽或芥菜籽反而是看不见的，是不是哈？差不多看不见，不要说它大小哈，是看不见的，几乎没有外在的物质。同样的，信心是看不见的，是不是？没有物质实质，是不是？所以呢，在希伯来书，哎哈，有说信心是看不见的证据，是不是？未见的证据是未成的盼望，是不是啊？在里面有了，有看不见的信心，你的信心，我的信心，我们看不见，是不是在里面？但是一说出来的话，山也搬掉，鬼也走掉，病也治好，阿们啊，这个很重要哈。所以呢，我们对神的信心也看不见，神的信心也看不见，这应该翻译到单有神的信心，虽然看不见，却可以有可见的果子，为收获活结果。阿们啊，我会把它全部再改修一下，然后再发给你们啊。所以你们好好的去想对神的信心，然后呢有神的信心。方向是向哪里？我们下一次第六课的时候，我们做一个考试，好不好？对神的信心，还有有神的信心，啊，是什么意思？你们好好的再去看啊。好，那这个是不是对还是错了？应该翻成什么？有神的信心可以与山，阿门，阿门，阿门哈！有神的信心，有信心可以与山、啊、呀，要有神的信心。当然，对上帝的信心也可以与山，但是对上帝的信心就是上帝，我们等上帝自己去与山，是不是？啊，不是。啊，嗯，主耶稣教我们是你们要有神的信心，信心。啊阿们，好不好？当然基础是对神的信心基础哈。等一下我们到第九课程完的时候我们做考试哈，如果不及格有三个大问题，然后如果三个都对答都不对再上课好不好？再上九个课程两个月多你们要记得哈，这个哈，对神有信心，然后有神的信心，你们把它写下来，然后想一想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哈，然后再把它再搅一搅，然后吞到里面去，再想一想哈，所以呢，有神的信心可以与山 ，faith of God can move mountain。Amen 啊，可以除去疾病，有神的信心可以与山，可以除去疾病，可以驱走恶魔啊。敢把它改成有神的信心，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有神的信心哦，就是我说话我把神的权柄运用，用神的信心哈说话，就是我说话的时候我不疑惑，我知道这个鬼必走不可。阿门。嗯，并可以产生美好的成果。你知道吗？现在我每一次如果对付 cancer 是怎么样？你知道那个 cancer。它是在我们身体里面，在人的身体里面，它如果一长出来呢，
他就一直结果子，是不是？你这里把它割掉，他就活到那边去，搬到哪里去？这个那个好像一棵坏树一样，一直结坏果子，是不是 ？Cancer， 我说你这个 Cancer， 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我吩咐你枯干，好像耶稣吩咐那个无花果树枯干一样，到你的根源枯干死去，奉耶稣基督圣名，嗯。你们也要这样做好不好？你们每一次祷告，祷告完了呢，祷告就是对神的信心，神啊，求你医治这个人，求你救这个人，让他的家人也得救，除掉他们的伤心啊！祷告好了，阿们，然后你就开口开眼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你这个 cancer 好像主耶稣吩咐无花果树枯干，我也吩咐你枯干，到根枯干，不再搬到哪里去，不再移到哪里去，你现在枯干，这个人的医治，这个人完全恢复健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啊、神的信心好不好、嗯、在物理界活在此时此地，就做出这个雨山的 现实、啊，信心是看不见的，信心是在灵界里面，是在心里面。但是呢，疾病魔鬼它是在物理界哪里？你如果有这个神的信心呢，你就能够把物理界的事情呢，把它挪开，好像疾病，好像魔鬼把它赶走。 Faith of God， 神的信心，或能以善的信心的本质是什么呢？没有以活，记得不要以活。如果有以活的话，开始的时候，比方说你要赶鬼，鬼这么凶，把你吓了一跳，但是你不要跳，你就装作不怕他，是不是？他凶你比他更凶，他你就站稳你的地位，你逼走不可，你这个鬼，你不走我不走、嗯、没有以活，站稳，站稳你的地位。有权柄的人，比方说一个将军，他一定要站稳他的位，是不是？那我记得韩牧师当他6月1号他给我们的那个课程，他说他在车里面他都在练习怎么样发命令，是不是？我告诉你，军官呢，他去军官学校，他要升官嘛，升官嘛，他也要学、啊、怎么下命令。如果下命令是像哎呀亲爱的军队啊，你现在去冲啊，杀敌人啊，你如果是这样发命令的话，那个军那每一个仗都打败的啦，哈。哦，鬼先生啊，请你出去好不好？你从哪里来？你饿了吗？请你出去，那他才不走。你怕他，他就来。这些是恶的东西，所以你赶他的时候，你眼睛盯着他看他。病也是一样，病就是要杀人的嘛，好像病就是要 让人病死嘛，对不对？我们就是要对付他，不要疑惑。然后呢，要相信你所说的 OK。 所以呢，再来一次，不是你们对神要有信心，你们要有神的信心，是不是？啊，你们改一改，把它改。但和修本是这样啊，他们的翻译。但是 ，you must have faith of God， 你们要有神的信心，好不好？我们大家再说，我们要有神的信心，我们要有神的信心。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离开此地，投在海里，
他心里若不疑惑，只信他说的必成，就为他实现。啊，你们要有神的信心。阿们，这个是今天我们把一个新的什么 paradigm， 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哈，新的一个真理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个新的真理，好不好？大家记得有两种信心，不是有两种，有两个方向的信心，一个是对神的信心，一个是有神的信心，一个是向上面我们对神有信心，一个是君王的职位的作为的信心，是神的信心，用的是神的信心来毁灭他的仇敌。阿们、啊、明白权柄的本质，能让人能让别人对神有信心。阿们、yeah? 让别人会对神有信心，你自己有神的信心，你做出来的 事情会让人对神有信心，是不是？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治病赶鬼之后，人好了，鬼也赶走了，别人就能够有信心对你所传的福音，是不是？那个就是马可福音所说的啦、啊、好，当你疑惑，可能是你缺少神的信心。阿们，不要疑惑，不要疑惑。好，我们解释，再解释，我们要解释彼得走在水上面的事情，把这个再解释的更清楚。怀疑我们能否遵行主所吩咐我们做的、哦、怀疑，哎，主这样吩咐我们，但是我们怀疑我们能否遵行主所吩咐的，产生什么结果呢？彼得在水上面就下沉，是不是？好，来，我们看马太福音14:31，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大家记得吗？彼得走在水、啊、耶稣走在水上面、那些门徒都怕了哈，彼得一看、哦、好像是耶稣，耶稣，主啊，如果是你的话，请你叫我来啊啊！当耶稣行在水上面的时候，彼得正在加利利海的船上，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啊！耶稣说，你来吧。哈利路亚，耶稣给他权柄，给他能力，耶稣说，你来。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哪里去。先讲一个事情、啊、这个是彼得自己在水上走，因为耶稣叫他来、啊、那如果治病赶鬼呢，是耶稣叫起了十二个门徒，又叫起了70门徒，然后在马可福音16，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也是吩咐了我们去做，是不是？给所有信的人去做。但是这个事情呢，好、哦，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随上走？我说不要啊，等一下明天就有报纸登出来了，某某人说他可以在水上走，哪里知道诚实了哈。所以呢，我们不要乱来哈，但是我们要解释一个真理在这里。好、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在圣经上如果吩咐的清清楚楚的，我们就去做，如果没有吩咐的话，不要乱做、啊啊、那在这件事情上呢，
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叫我走过来好不好？耶稣说，来啊，耶稣吩咐他来，是不是？彼得就从船上下去，阿们，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哪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啊，然后耶稣对彼得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哦，哇，你说耶稣是骂他呢，还是啊，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开始的时候是彼得怕哦，然后呢，耶稣说，你是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 OK， 有的人说因为他看见风跟浪就怕，把眼睛不看在耶稣的身上。好，我们那个 也好，但是我们来看到底耶稣怎么说。耶稣骂他，哎，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原来是彼得疑惑，然后信心就变小了，是不是？疑惑跟信心是不是相反的啊？相对的哈，疑惑呢，信心就小；不疑惑呢，那个是挪山的信心，是不是？你说这个信是什么信？是不是？我们问几个问题：耶稣对于彼得沉下去感到不开心，并顺职他，是不是骂他？哈，为什么？因为耶稣吩咐他在水面上行走，是期望彼得完全听命，是不是？做成功耶稣所吩咐的，走到他哪里去？为什么彼得会沉下去呢？耶稣说，你只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到底彼得疑惑什么，或者疑惑谁？彼得沉下去是因为他疑惑，但其实彼得的疑惑是什么呢？他疑惑谁呢？他疑惑什么呢？通常我们会被教导，我们不应该疑惑怀疑上帝。我问你，彼得在这里是不是怀疑上帝或者怀疑耶稣？岂是彼得是否怀疑神，怀疑主耶稣？答案没有啊，他还呼求啊，主啊，救我。他没有怀疑主耶稣，他喊看在主耶稣还在水上走。他怀疑谁啊？他怀疑什么啊？他是没有信心啊，没有信心对谁？对，对，对他自己。啊？对谁？对呀，你讲，大声一点。对他自己没有信心。啊，对他自己没有信心呢？他对耶稣有信心吗？有。有，阿们。他对神有信心吗？他对神有信心，他对他自己没有信心。哈，这就是我们的大问题啊。我们相信主能、神能，我呢无能。你说主耶稣会对我们觉得，哎呀，你，因为你软弱，你就荣耀神吗？是不是这样的想法？我们教会里面的，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就是刚强，常常用这句话来说，哎，但是耶稣是不是喜欢这句话？那个是保罗的话，他也不是说因为他信心软弱，不是啊，他是说别的啊，他是被人家打啊，传福音的时候被人家欺负啊，被人家赶啊，没有吃做监牢啊，那就是他的软弱。然后在他软弱，因为他的信心，他就刚强起来。阿门。那这里也是一样啊。他是这彼得，他没有怀疑主，他没有怀疑神，他是怀疑他自己不能够。然后呢，他没有什么，他没有对神的信心，还是没有神的信心？大家说，
他的信心的缺乏是对神的信心呢，还是神的信心？彼得，因为他说：“哎，我不可能在这个水上走啊！我是人啊，我不是耶稣啊！哎呀，我怎么能够赶鬼啊？我怎么能够治病啊？我能怎么能够说这句话啊？奉耶稣基督之名，你这个鬼出去！”那个是没有神的信心在他里面，是不是？他当然对耶稣有信心，他对神有信心，因为他求救嘛，哈，耶稣啊，救我呀！但是他自己不信他自己会做到，所以呢，他没有神的信心。彼得其实是怀疑什么才会在水面上往下沉呢？他怀疑他自己可以像耶稣那样在水上行走，可以说彼得是缺乏 faith of God， 缺乏与神的信心，缺乏神的信心，缺乏芥菜种的信心。阿们、啊、彼得缺乏神的信心 faith of God， 他没有缺乏对神的信心，没有，他看见耶稣可以走在水上啊。什么是有神的信心呢？ Faith of God 或以神的信心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有，这里 又错了哈，你们要有神的信心啊，在下面啊，你们要有神的信心， Have faith of God。 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又再 repeat 啊，我又再重来，再重复，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离开此地，投在海里，他心里若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逼他实现，就为他实现、啊、彼得，耶稣说你来吧，意思彼得你可以走在水上、啊、耶稣说你可以做到。彼得说我可以，开始的时候是哎，我可以啊，我走啊，我走在水，他走在水上嘛，是不是？但是因为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就说哎，我怎么敢在水上走啊？啊，他就怀疑他自己耶，哎呀，我不可以在水上走，他也然后又害怕，是不是？怕跟以活是在一起的哈，是兄弟哈，一自己这样想的话呢，他就沉下去，耶稣就骂他，你这个小信的人啊，你这个没有神的信心的人啊，你为什么疑惑？其实他疑惑他自己能够在水上走，当然耶稣能够在水上走，阿们、嗯、Faith in God， 当信服神，当对神要有信心哈。Faith in God， 我知道主可以做到，我知道主可以做，阿们，在主万事都能，阿们，在信的人万事也能，阿们。Faith of God 呢，有神的信心呢，我知道我可以做到，因为我有从主而来的权柄、能力和命令，把它做好，阿们、啊、你们慢慢再看、啊、想在水面上行走，那么便从船上他出来了。那我们一直说啊、哦，主啊，我要行神迹奇事，治病赶鬼。我告诉你，你不要试试看，你就要行动好不好？哎，明天才来做，哎，后天才来做，一年之后才来做，不要，你照着主去吩咐你做的就去做，好不好？可能会失败，会失败再来。阿门。不要一次，好像那个姐妹从那个达沃塞摩一下啊，她第一次哎没有果效，她说再来第二次、哎、再来，现在她就好了。所以啊，你不要怕哈、哦，你就一直一直向前打，向前冲 ，OK， 不要疑惑。啊、不要操练信心，对，信心要操练，阿们，
一定要操练。中国人说的功夫、下功夫，不是我们看人家打功夫，不，当然这个是，但是他的眼睛啊，功夫呢，下功夫就是每一天做，每一天练习。阿们。好像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了，以前卖油的人哈，他两斗单子嘛哈，油嘛哈，放着单子，一桶两桶两个桶嘛哈，用一个竹竿来挑嘛，卖油卖油啊，你知道吗？然后人家就出来了买油啦。用罐子啦，怎么你知道吗？他当然就会表演啦。他中国的钱是那个有一个洞的，是不是啊？他就会把那个钱放在上面，油哪一抖呢，就从上面倒下去，那个油就直直的从那个洞里面下到那个一罐哈、罐里面。哇，大家都他一卖油呢来呢，大家都要看他这个。然后有一个人问他，老伯伯啊，你这么棒啊呀，是我是卖油卖了70年，所以呢每一天都可以练功夫嘛、意思就是说他功夫练出来了哈，油从上面一倒呢，用一个什么嘎用，是用一个什么咬那个就从上面那个油就可以滴到那个洞里面，下到罐里面。所以呢下功夫，阿们，你现在就开始，我奉耶稣基督圣名，你这个东西，你这个疾病，你这个 cancer， 你要死去，你就要开始吩咐，阿们，练出来。所以知道你很会，你这个关节炎现在不再疼痛，不再肿，关节全部治好，奉耶稣基督圣名，好不好？你练练。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这个是第二个第二个例子哈。又耶稣常常都在船上，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浪掩盖。然后呢，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这个是另外一个事情了哈。哎呀，门徒叫醒，主啊，救我们啊，我们丧命了。耶稣喜欢他们的呼求吗？通常教会教导说，当我们求主拯救我们时，他会悦纳我们的呼求。在这里呢，因为当我们向他呼求时，是意味着我们相信他，那当然让他喜悦，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们一呼求主，主一定很高兴的啦。只总是如此吗？在这一个例子里面呢，耶稣说，耶稣又骂他们，浪大了，船都要翻了。叫耶稣起来，耶稣又骂他们，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刚才耶稣说，彼得啊，你这么小信的人啊，你为什么疑惑呢？在这里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所以胆怯跟疑惑害怕是一起来的啊。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阿们。耶稣用什么？用神的信心来斥责风和海，用权柄来斥责。众人稀奇，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那问题是这样，如果门徒不叫耶稣醒来，门徒应该怎么做呢？我自己会想，耶稣睡觉，船都要翻了，叫他起来，他生气，耶稣生气，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啊？这些门徒应该怎么做？你说门徒应该怎么做？
原来耶稣是不是要叫门徒自己去斥责那个风啊？更还是不是？那时候他们这样惧怕，这样啊、小的信心，缺乏怎么样的信心啊？他们对耶稣有没有信心啊？有啊，他们叫醒耶稣啊，耶稣，我们要丧命了，你赶快起来哦，嗯。他们对耶稣有信心，所以他们对神有信心。他们缺乏什么信心？他们缺乏神的信心。他们应该自己去奉耶稣的名斥责那个风和浪。阿们，耶稣期望他们这样。还记得门徒没有成功赶走邪灵吗？对不对？耶稣又骂了他们。门徒安安的到耶稣跟前说，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是什么信心？是神的信心，是芥菜种的信心，是挪山的信心。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学好神的信心，好不好？当门徒没有赶走癫痫的邪灵时，那是因为他们缺乏这种人与神的信心，或缺乏上帝的信心 Faith of God。 他们以怀疑他们能赶走，他们自己怀疑自己能赶走邪灵，像耶稣吩咐他们的一样。所以呢，我们对神不可以疑惑，阿们。对神要有信心，100%的信心，好像亚伯拉罕，好像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耶稣我信你是从父哪里差来的，100%。 OK， 那我们对这个神的信心在我们里面呢，对我们呢自己也要有信心，阿们啊，很重要。好，给你一个例子。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九月在印度北部在 Nagaland 有一个布道会，也是很大的布道会啦。然后呢，第五天的时候呢，第四天的时候，牧师要讲道的时候，哇，这么多人已经来起了，坐在那边，你看那个风、那个雨、那个雾就来了，那个讲台都要被风吹掉了。那个支持的人呢，就说 ：“Pastor， 啊，唱了一首诗，我们叫他们回家去了。这个是浸信会的，在。”Northeast 印度的东北部的浸信会的一个大布道会哈，他们说好了，Pastor William 唱一首诗，我们就叫他们回家了，不要等一下，风雨打下来，全部在哪里乱跑就不好看了哈。那也是合理啦，但是牧师说 No 不。他心里想什么呢？他心里想，哎，我们在做神的工作，要讲福音，很多人已经得医治，也很多人已经得救，怎么第四天的时候风这样来，一定是敌人的工作。他说不要，我们唱完诗我们祷告。他就上台，他就带大家祷告。他说祷告的时候就是说，主啊，我们现在正在宣扬你的天国，不让这些风跟雨跟雷打来让我们上吊，求你把这个风雨全部斥掉啊！他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那这样祷告也蛮冒险的，是不是？如果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就雨也打下来了，风也打下来了，那 也不好，是不是啊？但是他也没有想东想西了。然后一祷告完了，他怎么做呢？他就开启他的眼，瞪住天，他就举手上去，他说，我奉耶稣基督圣名吩咐你这个风、这个云、这个storm go，In Jesus' name, go, 去。
In Jesus' name. 你知道吗？在他们的眼前，那个乌云，那个 storm 分裂成两边，一个到东边，一个到东边，一个到一个到北边，一个到南边，啊，就没有下雨了，就没有打风了，就停止了。嗯，那天晚上他们有这么好的聚会，很多人的意志信主，哈利路亚。我告诉你，你们也可以这样做，好不好？当你们要布道会的时候，如果有 这种风雨啊，什么要阻挡神的国要进展的事情，你们都可以奉主的名辞职这些东西。那但是如果你们是要比方说啊，我要去公园里面要去散步，然后有风有雨，你就不要乱辞职了哈。这个权柄不是拿来乱用的哈，这个权柄是专门来传扬神的国度来用的，归荣耀给主。阿们，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为止，我们就讲完了，感谢主。王牧师，我们现在讲完了。好，谢谢我们的林牧师很详细的解释了、啊、英文版英文说呢 Faith in God and Faith of God， 那我们就比较清楚、啊啊、一个是基本的，一个就要去操练的哈、啊、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啊，所以呢要操练的啊，要去操练的啊，那个 faith of God 啊，就是移山的啊，要操练的啊。下一个可能会解释这一方面啊更清楚了哈、啊，讲到说啊要禁食祷告啦，就是操练的，不是禁食祷告就鬼就出来了，是操练我们的。操练我们的信心啊，是啊，我们有信心啊，有那个权柄增加了啊，不一下就来了，很好。所以我们的牧师很幽默的讲解了啊，希望我们学到这个功课哈、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呢有一位师母呢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见证，然后呢我们就进入那个环节，就是要来为病人祷告，所以我们先听这个见证啊。啊、能够挑旺我们的心，鼓励我们啊，的确透过这个课程呢、啊，我们弟兄姐妹开始有去操练啊，这个权柄哦，啊，无论是赶鬼也好啊，自我的医病也好啊，为别人祷告医病也好，都看到有一些的那个效果哈、哦，感谢主。所以我们的各陈素云师母呢啊，来为我们做见证哦。所以呢他能够来分享来鼓励我们，让将一切荣耀归给主。好啊，各师母请你这个时候啊可以为我们啊来做见证了。嗯，好啊，谢谢王牧师，谢谢王牧师啊，听到吗？好，听到，听到，听到吗？听到啊。 OK OK 啊，听到。嗯、师母你可以一个视频吗？师母方便吗？啊啊、嗯！如果方便就开，如果不方便、哎、OK， 谢谢。好，可以。现在可以吗？现在看到吗？看到，很清楚。看到。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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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那么听到吗？同时听到吗？听到，师母、啊。听到，听到。很清楚。OK，OK，、okay, okay, 好，好好。各位牧师啊、哦，各位在线的大家平安。嗯，现在我要来分享见证哦。分享见证就是要荣耀我们上帝的名字了哦。去年到今年啊，我就一直被那个皮肤病啊，皮肤敏感啊困扰哦。就是去年年底，我的脚，就是脚，还有我的那个小腿那一部分哦，就开始很痒很痒。然后呢，到今年年头更加严重，不止痒哦，好像。变成一种的皮肤病。所以那时候呢，我虽然有向神求医治，可是呢我还没有学到像李牧师现在分享的那种命令式的，我就是对神有信心，知道哦神会医治我，但是呢就是祷告了还是没有真正的得到医治。那么呢三月四月啊，今年我甚至进医院了、啊，
住院，然后医生呢就给我那些抗生素啊 ，antibiotic 啊这一些东西。然后呢，有看到哦，他被压下去了，我的皮肤病就是说可以说好了。但是到了五月初的时候哦，这个皮肤病又再来，又再复发哦。那时候我已经回到太平的家，因为我很久没有回来太平，那太平的屋子呢也是很多灰尘，所以可能就是这样子，一下子我的皮肤敏感又再回来。所以那时候呢，我就一直跟神求医治，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服太多抗生素，吃太多药哦，然后呢，我又怕我的免疫力会受到影响啊，所以我起初我是不要看医生，但是呢，我觉得哎呀，这么严重，我又再去看一次医生，就是说我的皮肤病一个星期后回来了，五月三号开始有皮肤又在复发的时候，我就去看一个政府那个 clinic 看医生，然后呢，我说我不要抗生素了，那医生给我一个什么止痛止痒的，还有给我一些药可以放在水里面然后泡脚的，那么我就这样子，虽然有改善，但是好像都没有真正的断根啊，一直呢还是会痒，还是会痒，所以呢我就觉得很烦恼很困扰。就在五月二十五日那一天哦，星期二，刚好是星期二，王师母呢他就发信息给我，他邀请我参加这个以利亚的挑战就是这个训练课程啊，我很感谢神啊。隔天早上就是星期三，那时候是第二课啊，那我就上了这个课程，那时候是李牧师的分享啊，李牧师呢他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哇，给我一个新的亮光哦，让我能够得到一个新的启发，就是我了解，我真正的明白哦，我们要怎么样的为病来祷告，要为来得医治哦，就是说我们自己奉耶稣名要斥责这个病离开。所以当天呢我也有做这样祷告，然后呢我记得我也有请王牧师祷告哦，过后的时候，可是呢接下来呢还不是完全好，还是会有零星，虽然有好啦，有好一些，还是有那些零星还是会有痒，尤其是我的脚部啊。那么就在那个期间哦，我也收到了那个卫生部的通知哦，就是要我去打疫苗啊，在6月13号那一天我已经打了，所以呢我就有一点担心说哇，我现在哦，我这种情况不晓得适合不适合打疫苗哦，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去验一次血，所以就在5月31号那一天哦，全国 MCO 的前一天，我就快快到一个私人的诊所在太平那边去验我的血，那个医生呢是我熟悉的一位基督徒医生，所以当天呢我纯粹呢就是要验血而已，因为我要知道我的血液如何啊，我之前服了抗生素怎么样啊，所以当天我也有将我的皮肤病的病例呢跟这个医生讲啊，然后呢他要验血之前呢他也有看一下我的皮肤，那么呢他就下了一个定论哦，他说哦，姐妹啊，你得了一种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呢英文叫 scabies 哦，就是一种疥疮哦，他说他就问我哎，你已经退休，其实我是一位退休老师啊，他说你退休后到底你去哪里那个医生也很关心哦，我说我曾经去过儿童院，去过老人院，去过智障中心做那个义工了。他说哦，你一定是在其中一个地方感染到这种的病菌啊 scabies 哦。然后我就想起哦，真的我在老人院期间哦，是有很多老人时常他们会说皮肤痒啊，这里痒那里痒。可是当时呢我并不太在意啦，我也不觉得什么，只是当这个复发的时候，这个医生跟我讲的时候啊，感谢神啦，就说这个医生告诉我这个病因，然后他也给我一种的那个乳液，他跟我讲你要查这个乳液，这个乳液呢是一个疗程，
一共要查六次，所以首三个晚上呢就查一连三个晚上三次，接下来呢就周末每个周末再三次。到今天呢我已经查了用了这个乳液哦第五次了。所以我要分享的是哦，当我查了第一次的时候，哇，我感觉到我整个人舒服，我的脚啊已经不会很痒啊，好很多，可以说好90%了。然后到了今天哦，我可以说我的皮肤啊已经100%的得到医治。所以呢我感谢主了，因为在第三课的时候刚好是韩牧师分享嘛，那天李牧师他庆祝，李牧师跟刘牧师啊要庆祝周年啊，他们的结婚周年，所以那天是韩牧师分享。我记得在问答环节啊，就是分享完了，就有人问起说啊，现在这个新冠肺炎呢要去打疫苗啊，是不是我们就对上帝的那个医治没有信心？我记得韩牧师有说，他说上帝呢也给我们医生跟来治疗我们啊，所以因着这样哦，我就今天我就可以当王牧师师母啊邀请我做见证的时候，我说哎，我在这里哦，如果我讲是医生给我的药好像不荣耀神哦，可是呢我想起那个韩牧师所说过的，所以呢我今天在这里我分享这个见证，我相信是神是上帝的安排让我遇到这位基督徒医生，因为借着牧师们弟兄姐妹们祷告，借着我参加这个课程，所以呢上帝就安排我见到这位医生，就在这个时间点天时地利人和，我呢遇到这个医生，医生呢告诉我这个病因，然后给我 apply 这个 lotion 啊，一种 lotion， 然后我的皮肤病就得医治。不过呢他有跟我讲，这个医生有跟我说，他说这个病是会回来的，所以会复发的。今天呢我要在上帝面前，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斥责我这个皮肤病永远离开我，不准再复发。所以这个是我可以在神面前得到的一个权柄跟能力，我要对我的皮肤病说啊，你离开我，不准再回来。所以我这个时候是奉耶稣名命令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不要相信人说的，因为医生说啊你会复发这一些，我不要相信，我拒绝相信，我要相信神给我权柄斥责这个离开我，永远不准再回来。阿们，这个就是我在我要分享的第一个见证。然后第二个见证呢，就是上个星期哦，李牧师你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啊，当李牧师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我其实上个星期我已经分享这个见证，可是牧师师母王牧师师母要我再分享一次，我愿意，因为呢我觉得分享见证越多越好，我们可以荣耀上帝的名字。就是那天当在祷告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这两边肩膀最近一直会痛哦，有也不是怎样平时是不怎么痛，可是当我睡的时候，我侧身睡，我就感觉到压到，然后我一转身，哇，觉得很痛。但是上个星期，当在做医治祷告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双手踏在我的这两个肩膀上，然后我就奉耶稣名斥责这个疼痛离开我的肩膀。后来呢，我感觉到我得医治了，我还试试去躺在床上一番，哎，没有痛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已经做见证了，感谢主。一个星期以来哦，我真的是没有再感觉到有痛了。感谢主。还有呢，我那天13号去打了疫苗了，我感谢神哦，都没有什么反应啊，不良反应啊。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一个师母的分享。好，真心呢鼓励我们大家啊，现在在寻求上帝的医治的人。我们可以开始操练，像我们的各师母和其他的人曾经有做见证哦，希望我们都可以真正的经历到上帝的这个医治。可是呢权柄上帝已经给你了你要去用出来。好，我们现在进入这个环节里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李牧师来为我们做下一个环节的，来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祷告。
啊，对那些有需要的人祷告啊，请注意一下哈。啊，如果你是要我们为你祷告，你先把手举起来，然后呢，然后我叫你的时候，你就自我介绍，哦，然后你开你的视频哈，啊，能够的话，方便开视频就开视频哈，如果不方便，我们明白哈，有你的声音，我们就听清楚就可以了。OK，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林牧师，你来带领我们下一个环节的服事了。稍等一下，我也很盼望那些从来没有被服侍过的，但是你真的有需要的，今天我们也把机会让给那些新来的朋友，新来的人还没有被祷告的人哈。好，谢谢，祝神祝福。好，李牧师，好，时间交给你了。感谢主哈，刚才师母的见证，阿门。嗯，韩牧师，你也来进来帮我们。啊，欢迎韩牧师也在我们当中。Yeah, I made him the co-host already. 哦，还有 co-host 给我们 Pastor David 在这。有吗？你们听得到吗？听得到。啊，对，可以，有一点那个信号不是太好啊。Okay, 够神，够响亮。That's good. 那我们请韩牧师来服侍了哈。我看我去休息一下，因为I'm tired a little bit. Okay. 明白。谢谢林牧师。Yeah, I'm trying to 刚才分享的时候，我一直说。哎呀，这个 you know faith in God, faith of God， 英文说得很清楚，那个对神的信心还有神的信心，哇 ，I think about it very very hard， 希望大家都能够把它分清楚哈。当然，无论是对神还是有神的信心，都不可以疑惑。Amen 啊，好，那我会在这里，我会 mute 我自己，然后。video 也会收掉，但是韩牧师，请你服侍他们哈，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哈。Okay, I'm still here. Okay, thank you. 好，韩牧师，请。是，对。谢谢李牧师。啊，谢谢李牧师。谢主哈，谢谢这个李牧师晚上给我们很详细的讲这个对神有信心和有神的信心。那现在就是到了我们这个实际来应用的这一个的时候。那我想就是其实经过这几次的这个课的话，应该我们大家这个都有在操练哈，大家而且呢也在有不同的这个经历，这个感谢主。那我想晚上可能。我就比较少一点，然后呢等一下会就交给王牧师哈，因为你们已经其实经过这个已经有很多的经历，而且呢也在实际的在服侍。那我们今天开始的话，我们会先为这个还是腰痛的哈，你有腰痛的好不好，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先为你腰痛的来祷告。有没有人有腰痛的？如果有的话，麻烦你就是发出声音啊，让我们知道一下，告诉我们一下。啊，发出声音或者举手都可以哈，有可以举手就举手哈，或者你会用那个反应的那个箱子那边去按一下哈。有吗？有腰痛的吗？周姐妹是吗？康一周，是的，我的尾龙骨很痛。好，你现在会感觉痛吗？好像你腰不下去洗衣服，他的腰部很痛，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我拿水桶，那我们的在那个三克楼梯掉下来，拿那个水桶抹地，我那个小的时候没有去医治他，现在很痛，一路来都是痛。像你蹲下去洗衣服它就痛，要是你没有什么事情它就不痛。
谢主，那等一下你就可以试着做这个原来没有办法做的动作哈。那其他的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腰痛的？嗯，